海山。现在我们看到是国浪屿码头，看对岸的这个厦门。那么国浪屿从厦门下国码头坐这个渡轮过来，大概差不多25分钟。那天气非常好，算在12月17号冬天，它的阳光非常的暖和，所以只要穿个单薄的夹克就可以了。现在时间是。当地时间12:30，有租脚踏车可以骑着到处逛逛。这个范围可能比绿岛和蓝屿都大一点。